你们都二十级了吗？快点，别浪费，谁干？二十级啊！小胖叔叔，小胖叔叔是谁？啊！小胖叔叔是谁？我，你们先打呀！我在升级。雨林林是谁？这妈十七级、十八级的在干什么呢？走青云山路，我接了很多，我接了很多那个打 boss 的任务，去不去做？去啊！你有通用技能的吗？雨林林，迅哥，我有啊，我也有了，我也有了。打不到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什么意思？为什么？怪个黄屏的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触发。云林局，我说，青云山路。没有呀，你要先用那个寻林局找到打开地图有红色的标记的地方，就是任务的地点啊。这个任务现在我先不做，等明天那个啥。哎，你能不能去打本？我这个奶妈蹭经验蹭得太慢了，我现在才18.5级。我靠，能不能去？哎，好，哎，你那个，我们先二十级的先组起来，我在世界海，快点，快点。来来来，我组你们，你们谁二十级了？我二十级了。我们要去那个黑火石龙洞，你妈放蓝色武器，我们在这儿，你们在这儿玩，勾巴在这儿玩，你妈直接去拿男装去了，兄弟们。我等你啊。来，小胡，组人。打本去了，等一下。什么意思啊？快点，你们打不打？啊，等一下。赌啊！我叫猪逼啊，猪逼！快点，你打不打陈一仔？快点，主人，你在干鸡巴了！我主人游戏，你别你，我知道你很急，你先别急，我上了。哎，想他妈去野队了，你去野妈！哎呦，你别急呀、啊，别急呀、啊！我等级也是二十级的呀，我拉你啊！不是啊，我拉你没用呀，我们不是就三个人吗？是啊，我们先堵上了，先堵上。
你拉刘哥呀。刘哥进啊，刘哥。组我呀，你组我呀。我组不了，我不是队长呀。哎，这样给你。组组组刘哥，我们刘哥好友。那我得组你了呀。来吧，你退，我拉。外面是你老鼠树。下面全是羊奶的，外面全是羊奶的。先这样吧。废物！哎，你怎么组人来着？那个好友里面点组的邀请，你摁 O， 然后点开聊天框右下角组的邀请。我没留过好友。没有啊。哦，看到了，我拉你了，进，刘哥进。啊，队长给我，队长给我，队长给我。给了。我们是先回城是吗？不用，他好像在哪呀？哦，那我就不念那个的，正好把这个傻逼弄过了。副本好像可以接牌。哦，我那个任务过期了，操了都。哎，那个任务无所谓的，那个任务无所谓的。现在找到副本在哪儿，先去副本门口组人，去副本门口组人，这里浪费时间，这里组不到人，去副本门口组人，快点。你要去那个，我看看，魂使，这个不是二十级，看一下二十级。可以看副本挑战，哎，活动。你摁 I 可以直接排吗，刘哥？以下我和二级开 L 键。可以排。对啊，那你直接排啊，组两个人啊。好，你们准备，先排。我选了。选压 M。你是队长不是吗？你他妈准备呀！我没有显示呀。你摁 I 可以选的，你选 I。哦，我选个输出 ，OK。不要这么焦灼嘛！家人。我们这样排不到人，我们得找个奶。哎呀，还有多久能二十？宝贝，好，我还差三分之二级。哎，有找我找到奶了。可以，拉个奶，拉个 DPS 就行了。应该排不到的，这样子我们。净压这傻子，我操！你要取消吧，先取消吧。再拉个 DPS 应该就直接进了。不，这个是奶吗？这个不是。对啊。这个是奶吗？它是奶啊，它跟猪逼一样啊。对啊。你看它是毒标呀。它是青云，它不是奶。青云可以自己奶自己，套个盾就行了。啊，行。别加我好友。
我感觉现在有个人在他面前，他可以咬死他。哎呀，这个点不了这个界面，我贼你妈的！好了好了好了，直接排了啊 ！OK， 排排吧。我来替，我来替，我来替。我准备了，我准备。准备准备准备，让这个妹妹准备。这妹妹是真的妹妹吗？应该是真的妹妹。玩家职责不符合副本要求，是不是玩？是啊，看一下。我坦克，我坦克，我坦克，我坦克。来准备准备。坦克是吧？对，我现在好了，现在好了。哦。哦。OK， 进来。对对对对对。进本了吗？黑石洞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们发东西让他歪歪，我洗天赋，我洗 T 天赋，我洗 T 天赋，你们让他们来歪歪。OK OK， 我搞下十分。哎，